昨天有粉丝问我说出埃及记能不能速成，在我这儿它就没有不可能。首先打开井盖，吸上口仙气儿，然后你的脑海中要有埃及的神秘感，金字塔、法老还有大狮子的样子，然后轻轻地把你的手放到琴上，接下来右手往上爬，下一步左手往上爬，最后一步点一下，连起来就是。学会。